天空主讲你我，各位亲爱的听众，我就是你我，姓李叫做我。很多后生仔就唔识边个做你我，但系好多人呢，我啲同事啊、同行嘅播音人啊，同埋啲做戏嘅、做电视、做电影，多数叫我做 You Me。You me 就是我，你我也是我。咁我做呢行呢，如果非正式嘅揾钱计呢，我就由13岁起做电影编剧，今年就83岁。嗱，好啦，未讲之前呢，已经有好多人问我啊，写信嚟又有，喺商业电台客串讲又问我几多岁，我而家系咁以写首诗出嚟话俾你听，我几多岁。万变沧桑83，一讲就点睇啦，我83岁。波涛起伏渡关山，就经过好多波涛起伏，睇过几多朝元老啦，有乜乜有乜乜党，又内战又推翻满清嗰啲，我见过啦。鬓霜发秃神又见，我两鬓都已经伤咗。伤嘅唔系受伤嘅伤，即系雪白嗰个伤。秃发个头顶都光咗啦，
即系甩咗好多头发。解嘲讲句咧，即系头发未出齐咁解，其实就秃发。笨相秃发啊，神又见我精神都几健康。抛却愁颜永笑颜，即系将啲愁闷嘅嘢露咗落个颜容处，抛咗佢，永远都要俾人睇到我系微笑或者大笑嘅容颜。咁呢首就系为韩愈八十三岁而咏嘅。我再读一次俾各位听：万变沧桑八十三，波涛起伏渡关山。笨相秃发神又见，抛却愁颜永笑颜。你我的天空，主讲你我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我就叫做你我，木子李，我自己的我。因为我记性上佳，还未到老人痴呆阶段，所以我现在讲的呢，又不是天空小说，亦不是故事。我所讲的嘢呢，这个题目呢，就叫做你我的天空。天空小说是我个人的。咁啊，你我的天空，即系你我嘅天空，所有一切嘅嘢，乜嘢都讲得。我而家讲嘅第一辑咧，就讲唐明皇的故事。即系奇怪啦，点解我会讲唐明皇的故事咧？我又唔系正式讲古，唉，咁啊，梗系有因有果，有啲研究噶啦。唐明皇的故事咧，就系中国舞台剧嘅起源。相传咧就系神话嚟，但系根据啲戏人啊，我都做过戏，啲叔父讲咧就点解要拜华光师傅咧？就因为呢段故啦。嗱，而家咧我就将呢段唐明皇游月殿点样拜华光讲俾各位听下，系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而家啲科学头脑听上嚟咧系神话。但是戏行的行内人呢，啲叔父话俾我听呢，呢啲係好真，真係若有其事一样，係咪好啦，当故仔听啦。当时中国未曾有戏剧㗎喎，唐明皇有一晚就发梦，连起几晚发梦，佢上个月殿说游，睇见有好多美男美女扮晒戏，扮晒旧时啲古人啊，成咁我嚟做戏，佢都唔知叫做戏。游月殿嘅时候咧，有呢啲嘢，咁有历史性嘅嘢，有唱有做啊。咁啊，有啲人啊玩爷爷啊，玩乐器啊，有啲人做桨板啊咁。咁唐明皇咧就竟然学咗桨板，那个桨板咧就是、指挥戏人做戏嘅，嗰、那个即系等于而家嗰啲。音乐指挥咁啦，咁求其得得撑茶胖茶胖，就指挥啲戏人做戏，嗰啲宫娥美女。相传啊，唐明皇游完月殿翻嚟咧，就自己做一个戏园啦。嗰、那个戏园咧就梨园啦，即系梨园子弟白发新，招放柯南青娥老呢句喺唐明皇里边所得到嚟嘅。嗰啲招房咧，就即系啲太监、梨园子弟啊、招房啊，成嗰啲咧，就特登拨咗佢，我嚟搭戏棚做戏，就是、唐明皇做教师，教佢就做戏。因此咧，就夜夜笙歌，啊，唐明皇啊做掌板，教人啲音乐，点样及唱嘢，有生有旦，有老生有苏生咁，晚晚系咁样做戏。因此咧，嗰啲歌声啊，啲音乐声惊动咗天庭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话：喂，乜凡间晚晚都有啲咁嘅乐声？佢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？
而家仲有得唱，有得做添，仲揦得几回汗添，唔得，咁啊使人喺南天门处望落去，因为千里眼一望落去，系搭晒戏棚咁做戏，学晒我哋天庭咁噃，禀告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之后咧，就真系有啲咁嘅嘢啦。佢话：喂，再揾个顺风耳听下佢哋唱乜鬼至得？那个顺风耳咧喺南天门侧一只耳，哇，真系、好似我哋天庭唱嘢一样、下凡尘都有啲咁嘅嘢。玉皇大帝唔得，一定要睇下系咪真事。一叫叫咗个华光大帝，华光三只眼啊嘛，你耳仔又伶俐，又有三只眼，你南天门睇睇先，我都唔信得千里眼顺风耳过。华光师傅、华光大帝嗰阵时走去一睇，哇，真系、因此呢，玉皇大帝命令佢下凡间，喂。点解呢个唐明王咁大胆，学晒我哋天上啲嘢啊？你落去睇下点样惩戒佢。华光大帝一落到凡间，睇见做紧戏，哈，真系有文有路咁做戏。个华光大帝咧就先佛心肠，叫我惩戒点惩戒咧？人哋啲啊嗰啲梨园子弟，嗰啲个个都系有啲大人，有啲细佬哥咁。学你做戏啫，冇罪啊！点解要惩戒佢呢？翻上去禀知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佢哋真系做戏，不过唔好惩戒啦。哎，唔得！如果真系有做戏咧，我哋要惩戒佢，将佢冚唪唥毁灭晒。哇！华光大帝一听到毁灭两个字，真系佢自己做起戏上嚟，得撑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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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的得曾心生一计，好落去，我唔止话俾佢哋做戏，仲教佢哋添。因此咧，落去下低边，喂细路，你哋啲学做戏呢啲系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看？又看又闻啦、听都唔听得噶啦，啊！你哋唔系咁做，嗱，我纠正你啦。咁一教教完之后，死啦！玉皇大帝叫我毁灭佢、突然心生系得。嗱，你每逢做戏之前，你一定要个个着条红裤。之后咧，一开台做戏。要烧黄烟，要搵啲硫磺啊烟啊成咁烧起个，好似火烧戏棚咁，咁就得噶啦。因此咧，佢教佢哋咁样做法。嗱，听日我落嚟叫你哋咁做法，我即系上去就知天庭啦。咁啊，真系烧个戏棚，唔系真系烧，烧黄烟，俾啲硫磺啊成咁烟到个戏棚，冚唪唥睇唔到。点解要着红裤呢？一阵间就讲俾你听啦吓。咁啊，翻到上天庭咧，禀知玉皇大帝，你即管使千里眼顺风耳望一望，我已经火烧咗佢啲戏棚啦。睇下嗰啲做戏嗰啲戏人咧，啲宫娥美女啊，成嗰啲咧，冚唪唥个个都烧到个啤啤红卜卜，冇噶啦，以后冇戏做噶啦。咁啊，奉旨咧。就做戏就叫唐明王打个锣炒啊，千祈唔好咁大声。因此咧，千里眼顺风耳一望，系个啤啤红卜卜，个戏棚冚唪唥黄晒烟，烧咗啦。再禀知玉皇大帝，禀知玉皇大帝，凡间嗰啲戏棚冚唪唥烧晒啦，嗰啲做戏嘅人咧，个个都个啤啤红卜卜啦，冚唪唥冇戏做噶啦，以后。因此玉皇大帝呢就好啦，咁以后凡间冇戏做啦。其实华光师傅就救咗嗰啲戏人，
佢啲梨园子弟，华光师傅每日到咁上下，仲落去教佢哋做戏。嗰啲人话：你系边位啊？哎，我系华光。本来玉皇大帝要你哋咁嘅，因此咧，戏人就安咗华光师傅系戏人嘅先师。因此咧，戏人拜华光师傅为先师嘅咧，就系咁嘅来由。信不信就由你，系唔系我就唔知。由啲叔父讲俾我听嘅，咁由边个叔父讲我听咧？相信有咁上下年纪嘅人咧，都识得呢个人，又做大戏又做电影。呢个邝山少，我啊叫做三哥嘅。咁啊，三哥又做大戏嘅，将呢段嘢讲俾我听。各位亲爱嘅听众，你自己去判断系神话亦系真话。你我的天空，主讲你我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头先讲了一段拜华光师傅是一段神话，那些叔父对我讲的时候真是言之凿凿，讲得真是真的一样。那么你们信不信这件事？我都有啲怀疑，但不过我都算系华光子弟，我都信。好啦，嗱，讲完大戏咧，我讲电影啦。电影系外国人发明嘅，咁我哋中国咧就学到。中国广东有电影咧，就嗰阵时我做细路，十零岁嘅啫。中国第一套有声电影是局部唱嘢嘅啫，好多人咧都以为话啊，薛觉先去上海拍《白金龙》嗰阵时就唱得好盛行噶啦，吓、啊、你只高啊斗嘅猫儿嗰挺咧，而家咧就冇乜人唱得咁即系咁繁俗嘅嘢噶啦，嗰阵时求其薛觉先。一做套白金龙啊，唔睬唔睬，唔敲唔敲，我就揸牙作啊，五啊敲嗰挺嘢咧，而家就冇乜人兴啦，亦都冇乜人记得添。咁啊，讲起中国第一套电影就唔系喺上海拍喎，上海而家人哋个个话上海咧就是、中国电影之都，系，但系中国。第一套拍戏咧，就拍粤语片先、哦。我哋广东人都算河哆啦啩？咩叫河哆啊？呢啲系戏班俗语，即系嘟长个嘴，哦，好叻啊！又吹住个河哆嘴，滴滴答答咁。第二咧就拉晒鸡尾，好多人又唔明咩叫拉鸡尾。嗱，旧时做戏配棋啊，成有两条雌鸡尾，拉直咗佢得。得撑去嗰啲眼碌来碌去，嗰啲叫做拉鸡尾，即系第一乜嘢都系第一嘅。咁啊，何哆同拉鸡尾就戏班俗语嚟嘅。咁啊，中国第一套电影，尤其是中国第一套局部有声电影，并唔系喺上海拍，系喺安南拍嘅。哈哈，奇怪咧，安南嗰阵时好多华侨。嗰阵时唔系称越南，称安南，系法属人统治嘅，法属安南。嗰阵时若国无外交，割咗俾法国。点解会拍套电影呢？嗰阵时系法国人统治啊嘛，咪受西方文化影响，因此咧就拍电影。咁有啲人咧，嗰、那个拍电影呢、這个电影商叫乜嘢，我就唔知。我只知道。这一套戏呢就叫做《湄江情郎》，安南有条叫做湄江，那个戏名我们戏班老师叫戏鬼，即是戏名，戏名呢就叫做《湄江情郎》。安南那条湄江一路去好远，有些情郎去讲情讲塔的啦，
个男女主角系边个呢？有好多人都唔识啦。女主角或者有人知道都唔定，个男主角咧就未扬翻过嚟中国嘅，喺安南出世、喺安南长大嘅广东人，佢姓游嘅游水个游，叫做游官人。官呢就睇嘢个官，人呢仁义道德嘅人，好靓仔噶噃，仲靓仔过张活游，靓仔过张英。点解呢？我睇过嘛套戏，嗰阵时我喺边度睇呢？喺石塘咀太平戏院，嗰阵时又做电影又做大戏嘅，咁啊配音嘅啫嘛。但系嗰套戏系局部嘅，咁啊女主角系边个呢？小姚仙。小姚仙啊，识唱粤曲又做下花旦，因此系请小姚仙过去。因为点解呢？佢有歌唱，局部歌唱。唱支当作苗剑意，手铺琵琶龙嗰啲，嗰啲又冇所谓露唔露字嘅。我就去睇过啦。嗰阵时前座就收一毫，后座咧就收毫半。咁我哋做细佬哥咧，跟人入去睇就唔使钱添。我而家仲记得嗰套戏嘅讲咧，就讲一个女主角就过到嗰边识咗个男仔。两个咧发生咗情感，男仔个屋企就反对，唔准佢两个结婚。呢个男仔咧为咗爱情至上，就宁愿离家出走，走咗去码头处做咕哩。嗰个女主角咧搵钱嚟养家，所以卖唱生涯。眉光情郎就喺嗰度咁样发生，我略略记得啫。成套嘅故事我未必记得，嗰阵时我十一二岁啫嘛，系嘛？点记得咁多呢？只系记得两个主角。咁啊，后来呢，中国有咗电影啦。咁啊，上海电影之父黎文伟组织一间联华影片公司。嗰阵时上海有天一公司、明星公司、联华公司、艺华公司。天一公司就是邵氏兄弟的，明星公司是上海人，即是郑少秋，不是现在这个郑少秋，郑少秋、郑正秋两叔侄在处做的，未曾有真真正正的有声电影。那么联华公司呢，就全部是广东人的，黎明佑呢就是广东人，基督徒。那嗰阵时好多人，黄代又去嗰度做啦，李铁又去嗰度学嘢啦，好多。阮玲又系广东人，蝴蝶又广东人，广东人嘅天下。咁啊，联华冚唪唥间间公司，联华、明星、天一、艺华，全部都系拍默片嘅。影字幕出来的，讲说话整几个字出来的听的。那么到后来呢，天一公司四兄弟，那么邵醉翁、邵仁梅、邵川仁，现在这个邵老板、邵老六呢，那么四兄弟，大哥就是邵醉翁，就娶了中国第一美人陈玉梅做老婆。咁啊，佢特登买咗星机翻去中国拍有声电影，都系黑白啫。就特登请薛觉先由香港上薛觉先嗰阵时系广东第一名伶啊嘛，伶王啊嘛，就好出名噶嘛，请佢上去拍《白金龙》，都系局部有唱嘢声嘅啫。咁啊，哇，虚撼到了不得啦！咁啊，好多人话，薛觉先拍第一套有声电影，其实就唔系，国内就系、是、中国国内第一套有声电影就薛觉先拍。讲嘅真系中国第一套有声电影咧，就《眉光情郎》系游官人拍嘅，游官人同小姚先拍嘅。所以而家讲出嚟咧，好多人有啲系相信，有啲未必相信都唔定嘅。点解咧？
有啲佢哋未出世，有啲出咗世都唔知呢件事。咁啊，边啲人讲我听咧？美光情郎我自己亲眼睇嘅。嗰阵时我读博斋，视觉先做白金龙，我亦系亲眼睇。嗰阵时我已经读紧英文啦，喺华人书院读紧初级英文咧，系懒咧咁即系读英文，叫做做下翻书仔嘅听咧。第一套有声电影喺国内拍嘅，就系视觉先拍，系天一公司嘅呢一套戏咧。就已经大修旺台之效，咁啊仲有套大修旺台之效嘅咧，就是、日本仔打完仗翻嚟，一江春水向东流，系国语片嚟嘅。嗰阵时亦好多好多人睇，已经系中国电影发达咗好耐啦。咪中国第一个电影皇后就蝴蝶，蝴蝶咧。嗰时拍《火烧红莲寺》啊，哇！我哋陶醉到咧，真系日日买飞去睇。我喺边度睇嘅咧？嗰阵时我喺石塘咀住，喺石塘咀住宝德街，就走去第三街有间叫做西苑影画戏院。西苑影画戏院嗰阵时咧，就系、是、放啲武星电影，就一定要有一个解画员噶。香港第一个解画员呢，我认识他，那阵时我十五六岁已经认识他，他已经做解画员做好耐，叫陈谷井。我认识他那阵时已经成五十岁噶啦，一未曾陈谷井未到，有铜梯喺侧边行上去，爱嚟影字幕噶，佢要叹完茶，然之后。南朝个个都望住嗰堂梯，一睇见，哇！呢、这个解画员上去啦，拍晒手掌，扎静晒。呢、这个陈谷井讲第一句：时日开映咧，呢、这个红姑啊，上到山学法之后，下山报仇就雪恨。哇！个个静晒，乌蝇飞过。个个都做表兄噶啦，点解咧？啲乌蝇飞过个，嗰啲乌蝇飞过，表兄表兄表嘅嗡嗡声，表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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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，乌蝇飞过叫表兄都知道嘅。嗰时中国广东省有解画员，第一个解画员就叫陈谷井。后来我识得佢嘅时候，我十五六岁已经识佢，嗰阵时已经有声电影啦，佢唔做解画员啦。我话阿陈老伯。点解你叫陈谷井呢？唉，我啲广东人中意饮茶嘛，我呢就好中意饮龙井嘅。广东有水仙啊、龙井啊、宝里啊、六安啊嗰啲，佢话我好中意饮龙井。龙井呢贪佢润喉，咪另外呢，我系等啲菊花落去，菊花龙井，因此啲人叫我做陈谷井。自己的名字是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因此就叫做陈谷井。陈谷井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我为什么会认识他呢？因为我那阵时认识到一班文化人，我很喜欢跟人学文化的，学一下啫。有一间香港中国文化事业社，个社长叫杜琪章，副社长侯耀，那个侯耀是作家来的。另外有一个叫李志清，个写字喺边度咧？而家九龙跃字中学，跃字中学即系边度咧？成个恒生银行总行嗰、那个 block 嗰度，嗰间有三等系学校嚟，跃啊跃边个咧？即系锁匙嗰个跃跃字中学嗰、那个校长叫陈焕初啊，焕颓垣败瓦个焕啊，成焕个焕。陈焕初就借笪地方俾我哋喺嗰度搞间文化事业社，因此我哋就识到陈谷井，中国第一解画员都系广东人，我哋广东人都算架势啦啩。
你我的天空，主讲你我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我现在讲呢，除了在上海有这四大公司之外，有阮玲玉、蝴蝶这些电影皇后之外呢，我又要讲一下广东第一间在香港成立的叫做大观公司。在大观公司未成立之前呢，在广州瘦狗岭又有一间公司叫紫薇公司。这间紫薇公司呢，就是邝山少自己做老板的。他拍第一套呢叫做《无敌情魔》，又是没有声的。那《无敌情魔》即是讲过啊，讲晒他自己又靓仔又架势，咁嗰段咁嘅故事呢，后来就执咗粒之后就走落香港。香港呢就有一间大观公司，我相信你哋大家都记得啦，大观影片公司。大观影片公司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喺钻石山。大观影片公司就喺边度呢？喺九龙城北帝街十号，叫大观粤语片影片公司。个老板系边个呢？就是赵树新，是美国华侨，就成世都最深电影的，就回来香港成立一间电影公司。个老拍档呢叫关文清，关文清呢我哋叫关伯，是广东四合人，赵树新又四合人，好多四合佬噶。咁啊，关文清呢七八年才死的，他死的时候104岁。咁啊，赵树新的太太呢，这个不知道第几个太太，丽仪啊，由我第一套拍电影《雪影寒梅》，我自己原著自己讲述的，个女主角一个就是白燕，一个就是丽仪，这些是放在后话了。大观公司的老板赵树新同埋佢个老拍档关文清，两个老拍档翻嚟就开间大观影片公司。呢间大观影片公司就喺北帝街十号，嗰阵时就叫影棚喎，个摄影棚系搭棚嘅啫嘛。哇！入去睇布景啊，天时就惨啦！一入到里边嗰啲浆糊味，又臭又成，要开大风扇嚟吹，吹佢两日先至可以拍得戏嘅。仲有嗰阵时拍有声电影咧，你个谈情说爱啊，细细声得噶。我学俾你听啊，譬如两个男女主角谈情，咪个摄影师话：喂，大声啲啦，唔够声啊！啊，阿乜人，我真系好爱你噶，你可唔可以同我结婚？同我私定终身呢？哎，唔得唔得，大声啲啊！阿乜乜乜人，我真系好爱你噶，我哋心心相印噶，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呢？唔得啊，唔得，都未得。抌低啲个咪啦，抌低啲个咪又惊住见到咪影啊！卒之个男主角，我好爱你噶，你爱唔爱我啊？我要向你求婚，但系我哋同你私定终身啊！啱啦，呢啲声啱啦，咁啊点成系谈情呢？啊，不过嗰阵时啲观众又瘦嘅，吓咁又觉得睇得几得意嘅。嗰阵时最初出嘅时候咧，啊好多电影明星啦，吴楚凡系福建人，姓吴嘅，佢系广东出世，佢叫做吴巨章。文章嗰个章就多个玉皇边嘅，佢大佬咧就是、高佬全叫做吴巨全，其余嗰两个唔系呢行嘅就唔讲啦。个邝山少咧嗰阵时喺香港拍电影咧，佢又靓仔又识唱下嘢，因此咧佢就挂头牌啦，人工最高啦。佢嗰阵时拍最收得一套呢叫做金屋十二钗。金屋十二钗呢就讲一个男主角娶十二个老婆，卒之到后尾呢要瞓冷巷，冇人唔欢迎俾佢瞓，
呢个有多少教育意味嘅？男主角最高薪水就佢啦。原来后来有一个唔系男主角，系做老爷嘅，佢薪水仲高过佢。呢、这个就叫做林坤山。林坤山做老国嘅，高过晒邝山少、吴佐凡、张英嗰啲高过晒嘅，因为佢最收得，好多人中意睇佢。乡下老寻仔啊，成日都同大口可做嗰啲咧。咁嗰阵时又讲下林坤山嘅历史咧。林坤山点解叫做坤山呢？各位你哋啊唔晓赌字花，我哋就听过，我哋亦都买过一毫子字花，36个古人。坤山咧就是、老虎，老虎个别名就叫坤山，白鹤就叫青云。茂林就叫发疯佬，我都唔记得咁多啦。点解叫做林坤山呢？佢系喺育才书社，即系旧个高升嘅院对面嗰度有一条国家医院侧边有条斜路上，嗰间叫育才书社，教英文嘅，即系英文中学。林坤山就喺嗰度做教员，啲学生咧怕到佢死嘅，叫佢做老虎林。后来咧，佢啊～去学戏就不是正式戏班学戏，在中声慈善社有个啲戏剧社嘅，佢就有说做，佢做得非常似，佢晓做大戏嘅。后来一有电影咧，佢入电影做老角，做到真系直情入戏到了不得嘅。所以佢叫咩名？叫林坤山啊。咁啊，大观公司嘅初期。就最高薪水就是林坤山，最收得的小生呢就是邝山少、吴佐凡、张英那些啦。咁啊，呢个影棚侧边呢就有间叫做罗林别墅，罗就罗永祥，林就林妹妹，林妹妹做戏又入木三分嘅。罗永祥是摄影师，好叻嘅摄影师，又喺外国翻嚟嘅，嗰啲系烂地嚟啫嘛。从政府批啲地出嚟，揾啲竹篱嚟搭起，有花园又成，里边嗰间屋就叫做罗林别墅。罗永祥同林妹妹生咗一对仔女，个大哥叫罗大钳，一个钳个钳喎，一个蜜嘴钳个钳，一个叫罗细钳。罗细钳咪同我拍过戏添，咁啊大观公司第一套拍嘅。有声电影是全有声的了，就是新靓就做主角，就同埋蝴蝶影。新靓就即是谁呢？即是关德兴，他旧时做戏做小武，就叫旧时有一个艺名，就是新靓就啊，即是又靓翅膀啊，靓少凤啊，成嗰啲啦，吓靓永啊，成嗰啲啦，啊靓元亨啊，成嗰啲，梗有一个戏名。咁佢叫新靓就，新靓就同胡蝶影拍嗰套第一套咩叫做乜嘢戏咧？个戏名叫做《歌女情潮》。我仲记得个男主角关德兴，即系新靓就咧，嗰、那个戏里边嘅剧中人嘅名叫张超，俾人哋诬蔑，因为爱上一个女人，俾大家争女人，俾个有势力嘅人拉佢坐监。佢叫做张超，咁啊点解关德兴就改咗叫做关德兴呢？嗰阵时候后来佢思想新潮啊，佢系我都系爱翻自己做关德兴，关师傅真系思想好新潮，就唔爱新靓就啦，唔爱呢个名字，就逐渐改咗关德兴。咁啊后来点解会叫做爱国艺人呢？又系佢真系爱国，嗰阵时。抗战最初期，香港的艺人都很热心的嘛，就在香港大酒店。香港大酒店在哪里呢？即是现在在德记粒街，在电车路转角那里，那间叫英皇酒店。大观公司在那里开一个就卖物会，又捐款，叫啲有钱佬捐款的。关德兴呢就够大只啊嘛，成个大力士咁，咁啊扮泰山，就嬲住一条皮，揸住条长鞭，
关灯叫有名神鞭侠啊，就武功真系一流噶吓，唔系假噶。我叫佢做虾哥噶。因此咧，喺嗰阵时就捐款，佢拎架自己嘅汽车出嚟卖，卖咗嚟捐款救国。因此有人同佢买咗嗰部汽车，嗰部美国汽车卖咗出嚟，佢全部捐出去救国。因此就嗰阵时起手叫做爱国艺人。那个女主角呢，嗰套戏《歌女情调》，女主角叫做蝴蝶影，佢系两姊妹嘅，一蝴蝶影嘅蝴蝶丽。咁啊呢啲咧已经冚唪唥作晒古啦。咁啊大观公司嘅起源就系咁样。咁当时我啊读书，我啊读完博斋之后咧入环村读书。我系人缘时会，我好中意睇戏，就好中意结识啲艺人。因此有个朋友就介绍我识一个导演，名导演，前几年死咗啫，叫做汤晓丹，系战后长春制片厂嘅厂长。呢、这个就系我正正式式教我编电影剧嘅师傅，佢系上海人。嗰阵时咧，佢就喺九龙城住嘅，喺潭公道135号3楼。嗰阵时冇间房噶，我到礼拜六礼拜放假咧就去佢住，佢又好锡我，因为我读博斋啊嘛，中文程度有啲，就学编剧。我最记得佢讲俾我听，嗰阵时咧九龙城有间食物馆卖上海菜嘅，卖上海食物嘅，叫做国光美基。国光美基四个字啊，嗰阵时即系乜乜龙啊，乜乜昌啊，乜乜大官啊，乜乜嗰啲两个字三个字，佢嗰间叫国光美基，系上海人开嘅，就特登叫啲工人去买。佢最中意食上海云吞菜肉云吞，我知道而家都仲记得嗰阵时我跟佢学编剧。金屋十二钗咧，我都有份学人执下笔写下。个正式编剧者叫李迪凡。又已经作古啦，咁我啊跟佢哋学下写剧本，有一套叫《翻天覆地》，嗰阵时我都叫做学下咁啦。咁佢咧教我，我而家都仲记得。我希望各位啲编剧人啊，编电影咧，编乜嘢戏都咧都有呢个概念。我唔系教人，我嘅老师汤晓丹教我，佢话嗱，细路仔。我而家教你编剧，你学编剧咧，就即系学做菜肉云吞。嗰时我奇怪，编剧同菜肉云吞都唔拉唔楞嘅，点解咧？佢话嗱，首先编剧就即系一碗云吞未煮成。第一，你编剧嘅概念就系有咗嗰啲材料，咩材料呢？云吞皮。豬肉剁爛，蝦米、冬菇、肥豬肉、瘦肉兩樣剁埋，有啲韭菜剁爛佢，咁就揾啲雞蛋炆嚟做餡，咁啊包雲吞。呢、這個咧就係戲劇嘅概念啦。裏邊有乜嘢餡有乜嘢嗱，豬肉啊、菜啊、肥豬肉啊、韭菜啊，呢啲咧就係男女主角。剧本里面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上汤，你给什么人熬汤，给什么人吃，怎样吃入口，怎样咸，怎样淡，就是这个是剧本的主要问题。那么个厨师整出来，这个是导演了，个导演怎样调味，怎样教得人家合口味喜欢的，这个就叫做编剧主要原因，即是等于我们吃菜肉云吞的啫。呢条道理亦都系几行得通。我知道而家我又编咗咁多剧，又学下写大戏、编电影、写小说，我都系揸住食菜肉云吞呢个念头。汤晓丹系一个中国名导演，可惜90几岁已经去咗世啦。嗰阵时呢条歌女情潮咧就大收望台之效。呢套歌女情潮里面就讲系情情塔塔，但系每套电影都有主题嘅，主题即系咩呢？
即系一个人嘅背脊嘅条脊骨，如果冇主题咧，求其讲件事出嚟系淡而无味，兼且冇咗一样俾人哋正正确确嘅立场。嗰、那个主体就喺呢度。我希望即系大家学编剧啊，学写剧本啊，就算写文章、写小说，都要首先。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？我们为什么要编这套剧？是一定要有益世道人心。我不是在这里讲学，不是在这里讲八股，不过这些就是做编剧人的良心，做我们艺术家应有的良心。汤丹就对我说，他文与艺真是个鼻哥，文有一个鼻哥窿，艺有一个鼻哥窿，假如一个鼻哥窿塞了，讲说话不清楚，如果两个鼻哥窿塞埋会死，所以一定要文与艺是相并重的。所以我们执笔写文章好，写剧本好，写乜鬼嘢都好，一定要有编剧人的良心，有编剧人的道德。道德不是八股佬，并不是说那些假道学道德思想，道是道理，每个人应该有道理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此以至善。我哋读大学都有啦。我讲出嚟唔系丢书包，不过我读过嘢，讲俾各位听下啫。一定要有道啊，道德，道德，道系道理，德系德行。每一个人嘅德行，唔好行邪念，唔好教人哋学坏嘢。戏剧富有教育嘅意味嘅，所以我嘅编剧师傅就系汤晓丹。粤剧美国人翻嚟开大观公司，两个一个就是导演，一个就是老板。老板赵树新，另外这个呢就是做导演的关伯关文清。可惜两个都已经作咗古啦。咁我而家讲出嚟呢，只为讲得你话简单又得，详细亦得。不过我所知嘅嘢就咁多，就讲晒俾你各位听。关德兴是一个爱国艺人，他武功非常好，传为后世现在拍黄飞鸿，他拍成百套，所以他这个人呢都是中国电影史和粤剧史一个传奇人物，我都很崇拜他的。你我的天空，主讲你我。嗱，各位听众，今日我讲艺坛日事，一定要讲我哋广东一个顶尖儿嘅人物啦啩？一个顶尖儿嘅人物就系薛觉先。全中国南有薛觉先，就北有梅兰芳。薛觉先啊，我识佢。叫他做五哥，他是叫我做细路添嘅啫。因为我叫做入挂戏行啊，系嘛？咁我而家就讲佢出身，我唔系挖人疮疤，即系向你哋讲啊，鼓励我哋啲青年人。一个人唔系一出身就咁叻嘅，一个人嘅出身咁惨、咁贫苦，有毅力而挨到成为令王，呢个系一种勉励嚟嘅。他是圣保罗书院的高材生，英文很厉害，但是苦落平阳被犬欺，一人穷起上来，那时候找食迟迟都不艰难的了。他做过卖药佬，卖药佬不失礼，江湖佬、所谓江湖子弟胆包天，行江过海不用钱，偶遇寒风三日雨，惨过饥荒大半年。做卖药呢行就好高尚噶，好多好有文学噶。就是薛觉先嘅师傅就系啦，呢、这个叫林国阳，叫做卖药状元。薛觉先跟过佢玩过药商，佢然之后先至中文程度有咁叻，嘅辞令有咁好。呢、这个就系薛觉先。到佢叻咗之后咧，
最家传户晓，我讲一段就胡不归。胡不归呢，本来就不是中国桥嚟，是日本桥。有个日本华侨翻嚟喺高星戏院枕住睇薛觉先做戏，就寄一条桥俾佢，系日本人嘅桥。呢、這个男主角去从军之前，个老母呢就因为太爱个仔，怀疑个新抱系有肺痨病，就寄咗俾薛觉先。最初嘅时候，薛觉先咁多开戏师爷，由李少允啊、莫志勤啊、冯志芬啊好多，睇完之后，哎，算数啦，唔好睇啊。后来睇下睇下，抄翻啊，呢条桥使得、哦，做得粤剧噃。因此呢，就冯志芬将来改编粤剧，就做咗大戏，叫做《胡不归》。呢度《胡不归》呢，至到而家都历久不衰。有薛觉先，一定有《胡不归》三个字；有《胡不归》，一定不忘薛觉先。而家呢套戏系戏王之王，就算第二句唔识唱啊，好多人都识唱。哆铃哆铃哆叮哆叮叮，哆铃哆铃哆叮哆叮叮，情啊愁啊将啊，二妻啊娘，怎能鸳鸯啊连锦啊将，无云锁断翡翠，琴啊何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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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我真的崇拜五哥杜汶恨，他说我给他在台前搏一棍，即是一棍一扇，一扇搏过去，我回到 入后台都要问五哥，我刚才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你要惩罚我呢？五哥不慌不忙，你看着，你看我学你刚才那样，他说我们四个排潮，乌镜啊三点，横灯啊点，大家又排班，打铃打铃，照灯卷，拉个拉姑架，咁嗰就叫做排潮四个人。薛觉先就企喺中间左手边，黄鹤星企喺中间右手边。佢原来黄鹤星咧，猎嗰条氹氹水啊，嗰顶帽嘅氹氹水，就两只手咁垂低嚟猎。薛觉先就唔系。手跟眼到一猎，用眼睇住左边，一猎睇住右边，睇见黄鹤星咁随手随脚，所以佢就发呢火阵，一线搏过去，搏落佢头树。佢话嗱，你睇住，你头先咁样系咪好怂啊？做大戏一定要有角度，有图案，一定要手跟眼到，嗰只眼两只手指夹住嗰条水，一望左边。再望右边，系咪好睇好多呢？黄鹤星同我讲，黄鹤星同我好老友，佢话：啊，当时我真系服到五体投地。所以薛觉先做嘢做人系一丝不苟嘅，所以我而家系勉励我哋，唔止系做戏，做人都要一丝不苟，做人都要四点六企，每一样嘢。都要做到干净企理先做好。薛觉先就是灵王之王，是我们的崇拜者，亦都是我们做人应该学他的宝鉴。你我的天空，主讲你我。嗱，各位听众，所谓南有薛，就北有梅。南边有薛觉先，北方有梅兰芳。
当时视觉先成名嘅时候，我系好细个啫。咁嗰阵时咧，视觉先已经系大老官，我已经好仰慕佢噶啦。咁嗰阵时视觉先一路做，做下梗有高潮低潮啊！喺高星戏院、马思珍仔太平戏院、分庭抗礼两个都咁叻噶啦。咁视觉先，要揾啲新戏啦噃，揾啲新戏嚟冲下场至得噃。咁一拎翻一套《湖不归》出嚟，嗰套《湖不归》就系一个日本归国华侨将一件事实带翻嚟，送俾视觉先。视觉先嗰阵时系睇都冇睇，后来喂拎翻出嚟睇下都喎，呢条桥都使得噃。因此咧就编成粤剧，系边个编嘅呢？嗰阵时就莫志勤、莫志祥两兄弟睇完之后咧，就俾冯志芬执笔，嗰啲词句咧真系十分靓嘅。咁而家咧，我讲完佢呢两段嘢之后咧，咁啊又起手讲视觉先点解打完仗翻嚟咁失意，又失咗把声咧？有好多啲后生仔，即系我太太之流。佢话你哋个讲得视觉先咁叻咁好嘢，我听翻嗰啲唱片唔系好好啫。嗰阵时佢失意啦嘛，嗰把声都失咗啦。因此嗰啲人啲后生仔啊，未曾睇过佢嘅就唔知道佢啲功架啲功夫咁叻啦。点解佢咁失意呢？有个原因，因为1941年嘅时候啊，香港沦陷。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很多地方，又占领了香港啊！嗰阵时变咗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嗰啲老官啊，冚唪唥个个都爱国老官嚟噶嘛，走得走，散得散，就翻入内地。视觉先就走唔切，俾日本仔揪住佢。嗰阵时日本仔个报道部长叫做和久田幸助。是中国通来的，他战前已经在中国读书，由小学一路读到中学到大学，他是岭南大学的学生，读文科的。原来他在做卧底做间谍，已经谋夺了中国很久的了，时时都去片场去结识我们的艺术界、的戏剧界的，一路周住了视觉先不让他走，做埋八和会长，咁冇办法，视觉先唔走得嘛，唔走得，内地啲人咁咪话佢系汉奸走狗啦，其实佢唔走得甩啊嘛，如果你走佢一枪咁，你冇命噶啦。卒之咧，视觉先有人带佢走翻入内地，走去西江一带，之后咧周住咗个邝山少，邝山少战前咧好有名嘅。亦是做大戏，亦是很有名的粤语片电影明星。他最出名的一套叫做《金屋十二钗》，那时候我叫他做三哥，因为我初初未曾读完书，就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的。那么变了邝山少做了报道部嘱托，嘱托为什么？就是副的报道部长，就是管理啲艺术界、电影界啊、戏剧界咁，咁啊兼且做埋八和会嘅会长，呢个系邝山少。咁又讲视觉先走咗入内地嘅时候咧，真系阴功。内地里边西江上游至到国内，有三句说话令得视觉先又伤心又翳气，而令到自己失意唔见咗把声。有三句点讲咧？佢系迎关拒舌，不理马。迎关欢迎关德兴，关德兴叫新靓就，后来做咗外国艺人啊，将自己嘅车卖咗，咁嚟捐书救国，咁咪关德兴咧？佢欢迎关德兴，你系佢外国艺人啊嘛。拒舌，
拒绝薛觉先。薛觉先去到边度，嗰啲同胞都唔欢迎佢，不理马。马师曾，你嚟唔嚟都好，冇乜所谓啦。咁呢三个老官呢，仍关佢事，不理马。所以就最伤心、最失意嗰个就系薛觉先。咁啊，后来咧有个中国嘅五星上将级嘅官，姓薛嘅广东官，叫做薛岳。好在薛岳念在同宗之谊，哎，嚟我处，我同你搞翻掂佢。所以就喺嗰阵时咧，薛觉先可以做翻戏，都有人睇。虽然有人睇，但系冇旧时咁灵王咁收效啦。因此呢，就产生咗另外三王班啦。点嘅三王班呢？一个就吕玉郎，系薛觉先嘅哎呀徒弟。佢本来就唔系薛觉先嘅真徒弟，佢崇拜薛觉先，喺薛觉先剧团、郭先生剧团做过小生。薛觉先睇得起佢。佢功架又好好，声线又好，亦都好靓仔。佢姓吕嘅，学生姓吕，单名叫做阿镜。咁、那个个就叫做黄抛镜，因为点解咧？佢就面色青青白白，就花名叫黄抛镜，功架好好，唱功好好。我同佢非常老友，后来我又同佢做咗好好嘅朋友。我仲编咗两套剧俾佢，送咗两套我原著俾佢做。嗰阵时喺西江一带咧，本来旧时半日庵同上海妹两个咧，就系薛觉先一个丑生，一个花旦。呢套湖北龟咧，薛觉先做文武生啦，上海妹做贫娘，就已经系花旦王咁滞啦，做工非常咁好啦。佢嗰阵时系有病，嗰阵时话佢系内伤。即系肺痨啦，系唔系我就唔知道，我听唔明讲啫。嗰阵时我细，咁咧佢做贫娘做到非常好，唱一句腔可以运用啲气唞三字气，冇人知呢个叻人啦。另外半日庵系佢丈夫，佢丈夫半日庵咧就系、是、马师曾嘅徒弟，马师曾改个名即系、就是、半偷得浮生半日庵。佢本来叫做李洪安，上海妹，佢就唔系上海人，佢系潮州人，喺广东出世，姓颜嘅，叫做颜思德，佢个妹叫颜思庄。咁呢三个人咧，真真正正系三王。但系薛觉先入到内地唔受，佢自己组唔到班，因此咧就变咗佢个徒弟。啊！吕玉郎、半日庵、上海妹一做湖北龟，哇！顶晒笼。薛觉先有冇嬲佢咧？冇，因为薛觉先认为自己做唔到自己嘅戏，所以嗰阵时薛觉先咧就好失意。打完仗翻嚟咧，连把声都失埋，一个人一失意起上嚟咧，连把声都变咗嘅。咁我点样会识薛觉先呢？因为我自小喺读完咗博斋读还书院，我每次就梗去跟汤宇丹学编剧。咁嗰阵时咧，入片场入大观片场，识到薛觉先。薛觉先嗰阵时我13岁，佢叫我做细路啫嘛，细路仔啊，你几聪明个，点点点。因此我就识咗薛觉先，跟住人叫五哥啊。叫半日安嚟，叫安叔，叫上海妹叫妹姐嗰挺，到打完仗翻嚟咧，佢好失意。失意嘅时候咧，翻嚟香港，我亦都曾经见翻佢。嗰阵时见翻佢嘅时候咧，佢已经好失意啦。好失意嘅时候，都唔系沦落嗰挺失意，即系冇旧时咁叻，一个人叻开，唔系好叻咁就。自己就失意噶啦，嗰阵时我已经成咗名啦，喺丽的呼声讲古老成名啦。咁每地每晚咧就有一个所谓又唔系俱乐部，即系每晚喺度聚会嘅。
在人人酒家，即人呢就企人边个人，仁义嘅人。第二个人呢就一做人嘅人，就喺龙泉酒家对面。我哋每晚一定喺处开个厅，嗰啲人呢就打下麻雀啊，赌下十三张啊，倾下偈啊，食下饭啊，成咁。咁啊，赢到钱嗰啲系请，有时就大家夹钱。我每晚都有去，所以嗰阵时施国先呢就曾经话：喂，石路，你而家咁红，就第日开到戏。等阿五哥做翻你啦，我唔敢当五哥。哎，你系我最崇拜嗰阵时，冇人讲偶像噶，你系我最崇拜嘅一个艺人，我都唔知几崇拜你。下一套戏咧，嗰套《凌霄孤雁》咧，我已经卖咗俾李欣，那个老细叫做李欣，就每晚低树做主持大局嘅，即系俱乐部长咁上下啦。咁啊，套套戏都赚钱，我下一套。我已经卖咗俾李欣，就何非凡做主角，叫做《凌霄孤雁》。再讲一套先俾你做啦。后来李欣知道咗呢件事咧，佢话：五哥最叻就系做白金龙，我开红白金龙两套俾五哥做，等佢做翻你个名，真系红白金龙赚大钱。但系五哥嗰阵时都好失意啦，觉得唉，都系。不想再露面了，因此有某的原因，那他就回了大陆。这个就是五哥，我认识他的前后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就只是讲得这么多关于五哥的事。那么香港沦陷的时候呢，又另外有一番新的气象。那些日本人因为咗粉色升平，咁有好多中国人咧就目后而观。我用个观字咧，就唔系戴帽个观，目后而观就做官个官。咁啊喺处咧，景望个香港粉色升平就好多歌坛。我咧又识写曲，又识唱嘢。嗰阵时系人都唱薛康，薛康里边啊有胡不归。胡不归你有原套做，就唔系真系做戏咁做唱啫。咁啊，分开四集，一晚四个钟头，分开四集。最初第一支就为妻情愁仗义凄凉，第二支别妻斑斑情泪洒衣襟，几回低首禁寻吟果枝。第三支咧就碧色，就半日安两夫妻唱嘅，同上海妹。第四支哭坟。到个老婆死咗，个文平生翻嚟嘅时候哭坟，一晚唱四节，大收旺台之效。咁啊，点解我要讲呢段嘢咧？因为薛觉先系我哋最崇拜嘅人，我哋呢辈啊最崇拜嘅人。而其中唱薛康好多，但系唱上海妹同埋唱半日安嘅咧系少，尤其是唱半日安唱得最神似嘅。少之又少，而其中有一个唱半日安唱碧色的，做碧色呢场戏唱得最好的，你就咁侧耳听咧，以为真真正正系半日安嚟。呢、这个人啊，我认识佢，因为嗰阵时我同埋佢一齐做咧，搵食咧。呢、这个人咧就叫做叶梦痕，姓叶嘅，发梦个梦。痕迹的痕，现在尚在人世的噃，已经大过我了。他唱半日安真的神似到半日安都几乎说他叻。另外一个女人唱花旦，这个呢就是在歌坛唱的，又是不是做戏，这个叫做李淑霞，他真真正正那时呢都是有些肺病。这两个人的配搭啊，唱碧色。真是一流一中之一。咁呢两个人呢学薛觉先学上海妹就学得最似。我讲到呢度呢有啲口干舌燥，唞唞先好嘛，你哋大家等等咧。